法语。广大供养，经常恭敬供养具足七个条件的供养物，又能确实了解供养意义，并将善根回向法界众生，获得无上菩提，成为殊胜广大供养。七个条件，指众多、微妙、现前、不现前、自作、叫他做，至心欢喜。非染污供养：一、不因为轻蔑、放逸、懈怠等理由，自己不供养，却叫别人做；二、能亲手慎重；三、不散乱供养。四、不因为贪等烦恼，想与人竞争；五、或趋于王威，或觊觎好处才做；六、能供养随顺物，以上称为非染污供养。随顺物指干净，如不涂瓷黄，不用酥油玉佛，不熏黑香，不用带毒刺的白艾花，另外要避免供具不洁或非法取得。如果贫穷无法供养，也不必强求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以供养。只要带着欢喜心、圣解心，随喜法界友情的善行而不嫉妒，就等于花费少许力气，修习无量广大供养，累积无量菩提资粮。应该经常发自内心，以善心、欢喜心，随喜他人行善。如《宝云经》及建立三三昧耶经，说无主供养，就是观想三界没有主人的花蔓、果实、珍宝等作为供养物。正行供养，特别指法供养，这是最殊胜的供养。即使只有挤牛奶这么短的时间，也要把握机会勤修四无量心、四法印、三宝功德。实践六波罗蜜多，了解及现证空性义谛，安住无分别念，净护施罗，防护根门，修习三十七菩提分、六度四摄等学处，具足十法供养，称为圆满供养。随念大悲心，时时刻刻心系众生，不是自己皈依就好了，还要想办法引导众生皈依，希望他们也获得究竟及暂时快乐。随时做如法的事，不管做什么决定，有什么愿望，应该先向三宝祈请，
不要用事件方法。这个意思是重大决策前，先供养三宝及出家众，不要依止不信三宝的外道，诉诸奇怪的仪式，不管碰到什么事，都要至心皈依祈请三宝。了解皈依的礼仪，白天三次，晚上三次，勤修皈依，思维无住论师、设觉则分及阿底峡尊者的教授，详见后说明。守护不舍三宝，不论是精烈的玩笑或严重危害生命的胁迫，都不要舍弃三宝。死的时候，连身体受用都要舍，现在为了短暂利益而放弃三宝，那么生生世世注定要遭受无尽痛苦折磨。所以不管碰到什么情况，都要守护皈依戒。发誓即使是开玩笑，也不要轻易说出我要舍弃皈依这种话。有些人说，要到哪一方佛国净土，就要皈依哪一尊佛，例如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要皈依阿弥陀佛，想到东方琉璃净土，就要皈依药师佛等等，这些讲法没有经典依据。供养的意乐分为六项，光是选择三宝其中之一，略略思维，就能感生无量广大果力。因为三宝是无上的功德田，对众生具有无比恩惠。是友情中最尊贵的，是世界中独一无二，是一切世间及出世间圆满的根本。如菩萨地说，以这六种意念施舍供养，每天吃东西以前先供养三宝再吃，这样也可以花少许力气圆满广大福德资粮。即使只是喝一点干净水，也要先慎重供养。无供养就像一块肥沃的良田，在该播种时不播种，任它荒芜，最后变成废田，实在让人于心不忍。如经说，要以信心之犁耕种福德之田。如再应再说，能像佛陀一样长出广大果力的福田，世间绝无仅有。佛陀三门清净，远离恶作，光是坐在法座上就能去除众生的障碍。佛陀的功德事业如虚空广大无边，众生对佛陀造善或造恶，其果报不可计算。
凡夫只看到世间庸俗甜的果实，却看不到出世间殊胜甜的果实，这是因为没有福报，贤善不足的缘故。应该分分秒秒把握机会，勤修供养，懂得依教奉行，自然可以借着殊胜甜的力量次第增上。由资两道、加行道、见道、修道，达到无学道的境界，逐渐增长空性正见的智慧。听闻佛法却不能一持，思维义理却不能融会，修习正法却不能正道，都是因为智慧羸弱的缘故。这种人更要仰仗三宝的福田力。正确的做法就是如前面所说，勤修供养。马明菩萨说，我之所以具备作师论著的六大善缘，就是因为依止佛陀而获得智慧。供养圆满与否，不在财物多寡，而在信心。信心具足，也可以用曼陀罗及净水，甚至无主物供养。在缺乏财物的情况下，可以这么做。应该像圣者一样，无产供养。刚开始因为缺乏资财，所以拿气味辛辣的香草供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靠着供养的福报渐渐累积了一点财富，便改用气味甘美的四合长香供养。现在有能力了，可以用气味浓郁的沉香和鹌鹑香来供养。因为供养微薄而不做，那只好一辈子穷下去。如果现在能力不够，还是要慎重供养，这样才有好转的机会。我们要好好学习大师的心意。此外，要按照《云宝经》所说，多阅读天人及圣者广大供养的故事，激发殊胜真实的善心，以增上益乐，回向诸佛及菩萨。皈依的利益，首先说明无著论师的见地，分为二个四句。第一个四句，皈依能获得广大福报，皈依三宝的福报如果有质量可以衡量，把三千大千世界合成一个容器也装不下，就像要测知大海的水量，不可能用手去舀。皈依能获得广大欢喜，如念及经云，昼夜经常随念佛宝功德，如法皈依佛，必能获得广大欢喜。同样，对于法宝及僧宝也可以说，我今天有机会依止三宝，实在是一生最大的成就，也不枉此生了。这样思维，不断增长心中喜乐。
皈依能获得三摩地定，皈依能获得广大清净，由增上定学及增上慧学获得解脱。第二个四句，皈依能具大守护，人与非人无法造成伤害。皈依能清净邪业，能部分减少或全部断除邪圣界等产生的障碍。邪圣界是指相信恶师、恶法、恶友以不正当的方式修行。如杀生血迹、自残等，这些恶作果报可以借由皈依三宝的力量化解，甚至完全清除，进入善事行列。得人天爱念，由于敬人正法名而得到佛陀、法友、信奉圣教的诸天爱护。因成为善事，使圣众欢喜，他们会赞叹说，过去我们就是由皈依而得到成就，从人道转生为天道。现在你们皈依三宝，将来也会成为我们的友伴，在天道享受无比妙乐。其次说明阿底峡尊者的见地，分为八项功德。成为内道佛弟子，皈依三宝，不舍皈依戒，才算内道弟子。想加入内道，必须诚心以佛为大师，以法为正皈依，以僧为主办，而不是以做多少善事来衡量。成为一切律仪的益处，皈依是接受一切律仪的大门。皈依了三宝，而能具足成就八种别解脱戒的根本。皈依可以兼顾出离心，有出离心才有戒律。业障转轻，皈依可以减轻过去所造的恶业，甚至净除恶业，清净转生的罪障。皈依法和僧伽具有同等功德，能使先世恶业变轻或完全净除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，在诸山长老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，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，有继回归佛陀本怀，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，将佛法传扬于社会，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，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。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，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，致力于南传、北传、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，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、护生等的慈悲理念，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、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。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，照破黑暗，传灯无尽。会务介绍：护持弘法、培育僧才、僧伽安养、医疗及生活救助、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、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、设置传教场所、护生、
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身相关活动。立案字号台内名字第109-005-1120号，统一编号87515434，通讯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，服务电话03989-9319，随喜 www.lifetv.org.tw 斜线 adate/sustain.htm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点灯药师经、佛前大供、药师七佛本愿功德经、药供暨慈悲施食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，日期11月21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 05-633-1565，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当日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受八关斋戒，众解脱因，念弥陀圣号，求生极乐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及弥陀要解开示，恭请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传授。日期12月2日，星期四。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。黄金至心奉师沙门饮食，衣服无不可量，今且略说15功德。何等15？一者，闭塞兼贪之心；二者，能开布施心手；三者，能灭无不施福邪见之心；四者，能生果报不亡正见之心；五者，随顺善知识人；六者，远离下物之人；七者，能开诸善道门；八者，能避诸恶趣门；九者，能种善根种子；十者，能拔不善根栽；11者，能见薄一切诸烦恼结；12者，能增长一切诸善根分；13者，能保足一切诸持戒人；14者，能因为自身所作已作；15者，能为利益他因作已作。若复有人斋食供养佛及众生，功德有时，云何为时？一、寿命延长；二、形色圆满；三、肢节多力；四、记忆不忘；五、智慧辩才；六、众睹欢喜；七、
风烛珍宝。八，人天自在。九，命中升天。十，速证圆寂。如是十种圣妙功德，施佛及僧斋食供养，或如斯果。湖广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对菩萨向前作诸伎乐及歌咏赞叹、香花供养，乃至劝于一人、多人，如是等辈，现在世中及未来世，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，不令恶事辄闻其耳。何况亲受诸恒。众僧者，出三界之福田。父母者，三界内最胜福田。何以故？众生之中有四双、八倍、十二显示，共知得福，尽可成道。种种造饮食供养和合众，当感善眷属，同生不动过。明天是六斋日，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，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。阿弥陀佛。关爱众生，永不停息。生命电视，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
南无